恭喜你，这六天出生的人，财运事业将大红大紫。看看有你出生的日期没有，特别是最后一个，注定大富大贵。第一个呢是农历的一日和四日，这两天出生的人呢是带着财运出生的，而且跟神明有很大缘分，不管在什么样家庭出生都会很有后福，注定成为有钱人。第二种是农历七日和九日，这两天出生的人呢是带着福气出生的小福星，如果做生意啊会有财星入住，生意会越做越大，事业也会如鱼得水。第三呢是十八日和十九日，这两天出生的人命中是财星坐镇，天生与财结缘，将来注定要做大老板，比别人优秀，还比别人努力，你们一定会成为大富豪，连带着全家运势也会家运昌隆。如果你是这六天出生的人呢，老师就要恭喜你了，转发这条视频叠加好运，传递给更多的有缘人。